抢先带来关心新闻焦点。行政院宣布将对菲律宾事办免签待遇最快十月上路。台北孔庙举行祭孔大典，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三年以来首次出席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正式解散国会，日本大选提前开跑。英语纪录片《蚕食美国》揭露共产主义运动多年来有计划从道德、信仰、教育及经济等层面破坏美国。更详细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八点新闻。